接下来我们看两个小知识点，第一个同步控制，第二个指路设置。同步控制实际上是我们后面要涉及的知识点，这里面我们提前讲解一下。所谓的同步控制，是指在多线程里面，我们对这个访问的对象要保证它的线程安全。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手上一个苹果，多个人去咬，不能咬到对方的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面我们主要是管理容器的或者说集合的线程安全。常用的容器，我们之前讲解的 ArrayList、HashiCert、HashiMap 等等，它都不是线程安全的。我们讲过一个线程安全的，是指 HashiTable 或者说 Vector。那我们如果在使用这些容器的时候，我们要用多线程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 Collections 提供的方法 ，Synchronize 的某某某，将我们的容器包装成同步的。我们来看一下 API Collections， 找到方法。Synchronized collection list map set 这些都进行了同步，因此很简单。我们来看个 demo， 建个包 new package synchronized or read， 来个 demo 零一。使用Collections 管理同步容器，主要使用这几个方法 ：Synchronized List Set Map， 这里面我们简单看一下，比如说来一个 Array List String List 等于 New Array List。加入 ADD A list 点 ADD B。 好，我们要使这个 list 可以同步，我们直接使用 collections 点 synchronized list 丢进去即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它返回了一个新的 list， 因此我们接收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list 就是线程安全的。制作关于以后这个线程安全如何使用，我们讲到多线程再说。这里面你先知道，我们想制作一个线程安全的容器，使用 collections synchronized 的某某某方法。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指读设置 demo 零二。比如说有些容器你不希望它被修改，只希望它只读，我们可以使用三类方法。第一个是 empty， 第二个 singleton， 第三个 unmodifiable。 第一个 empty， 空的，给你一个空的容器，那这个容器不能变。空的容器可以有什么用呢？比如说避免空指针异常，我们就不用处理 non point exception。 第二个 singleton 容器，一个只包含一个元素的容器，你不能加入更多的元素。第三个 unmodifiable 不可变的容器。来，我们来看一下 collection 的 empty map empty list empty set。 再看一个 singleton， list， singleton map， 还有我们的 singleton 返回一个 set。 只包含一个元素的第三个 unmodifiable
不可变的容器。比如说 unmodifiable list、unmodifiable set、unmodifiable map。来，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演示，比如说就是用 unmodifiable 不可变的容器，来一个 hash map 使劲等于 new hash map。 好，现在的话我们 map 里面 put 两个值 test 点 put 北京三学堂。我希望呢这个 map 不能再加入其他的值，怎么办呢？使用 collections 控制只读点 unmodifiable map 丢进去 map，返回过来的同样是一个 map， 然后我们再尝试放入 map2 点 put a 运行一下 map2 点 size， 我们看是否报错，发现一个不被支持操作异常，因此它是不可改变的。多少行？38行，所以这个是个错误的。不难操作，很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singleton list， 只有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容器测试 collections点 singleton 丢一个字符串进去，叫 new 群，它返回过来的是一个元素的容器 list 字符串 list 点 add test list 点 add 北京三学堂运行，发现又不被支持的操作，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只能包含一个元素的容器。我们再看一下 empty list、 empty map、 empty set， 看其中的一个。比如说 empty set 之后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写一个方法 public static， 好，返回一个 set 字符串，然后假设这里的操作 operator， 假设你丢了一个 set 进来，好，这里实际上是你的一些相关的操作，然后你操作完了之后，假设这个 set 你操作完了之后还是返回出去，但是有可能你这里的 set 是一个空的，然后你这里可以做个判断 if now 等等于 set， 我就可以 return 一个 collections 点 empty set 给你，这样的话外部获取的时候避免 non pointer exception， 就不用再处理空的问题。这几个方法都比较简单，来做下笔记，同步容器与只读控制，拷过来，第一个，第二个，只读控制，实际上我们这里都是查漏补缺的。关于这个同步控制与不可设置，或者说只读访问，我们就讲到这里。